帮帮我，大哥！我他妈叫你滚！我求你，大哥，滚！滚！滚！大哥，我求你！不是我求你，我求你滚！小五，哎，最近还好吧？还好。梁红玉的事儿处理完了。喝点什么？来杯温水吧。服务员，来杯温水。是怎么样？还不错。老马跟老蔡正在运作无情大在香港上市呢。只是雷佳明跟薛果辞职了，我挽留了半天，挽留不住啊，肯定是被别的公司挖走。他们都是人家，你不在啊，就他们的心。天儿，你有什么打算？天儿，我找你来是想问你一件事，是不是？吴琼大所欠的债都已经还清了吗？都还了。据我所知，欠捷运公司的120万至今没有人来领。记错了吧？都还了。查过了，深圳根本没有捷运这公司。你告诉我，这120万是谁借给我们的？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你何必？钱我必须告诉我这钱是哪来的。天啊，这个钱就不是借的。那我更不明白了，谁会白白给我120万？钱我。天啊，这个钱真的不用还了。我答应过要保守这个。人家当初给钱的时候就只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不能让你知道这个钱是谁给的。猜到他是谁？喂，说我不在。陈总，您先喝口茶。我看您都等了半天了，要不您给冯总打个电话吧。我给他打了，他没接。妈，你能确定他今天会来吗？嗯，这个我真的不能确定。冯总平时这个时间都挺忙的。哦，没关系，我在等他。不好意思。
冯总，我是好话歹话都说遍了，可陈景天他就是不走，要不然我叫保安。叫什么保安啊？他是愿意等，就让他等着。好的。陈总，我们该下班了。现在监狱啊，也不让带吃的，不然的话我就带点鲍鱼鱼翅啥的。你这里面的伙食是不是太素了点啊？是啊，我这把年纪了，说不定哪天就嗝屁了，我还真想吃点好东西。嘿嘿嘿嘿，你哪像嗝屁的人呢、啊、你每天跑10000多米，还学英语学法律的，我看你啊比我都忙活。你知道我跟谁学的吗？跟谁啊？老穆学的。老穆是谁啊？就是穆其忠嘛。当年我们两个被报纸吹捧为中国最大的两个骗子。前一阵儿我们在武汉监狱搞个什么狗屁联欢，我见过他了。我们两个见面简直是黑色幽默。我们两个每个人的经历都可以写一本书，啊，到市面上发行准是最畅销。我看你在这里头是没人陪你聊天，快憋坏了吧？你瞎说，在这里边所有的人见了我都是海叔海叔的，每天早晨后边排了一大队等着我跟他们讲政治经济学。那得看我乐意不乐意。我真高兴你来看我，你小子不错呀。你知道吗，我培养的那些马仔有些出息了啊！你看穿着西装装模作样像个人，过去连衣服都穿不利索。可是我坐牢已经8年了，怎么一个人来看我的？只有冯姐，你小子你有良心，你来看我。海叔，你安心待着吧，等你出来我给你养老送终啊。养老送终干什么呀？等我出去我还要带着你打天下。哦，对了，顶天娃娃怎么没来？哎，这小王蛋，我怪想，怎么，你和顶天娃娃还别扭着呢？这我就要说你了，冯天娃娃，你看看你海叔，闯天下那么多年，跟谁闹过别扭？跟谁争吵过红个脸呢？俗话怎么说来着？渡过劫波兄弟在，相逢一笑泯恩仇嘛。你个男子汉大丈夫，别像个老娘们似的。行了，你别啰里啰嗦的了，我走了。你想吃什么告诉我，下次给你带啊。哎，你是科技含量高的食品，你这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嘛，你个小王八蛋。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嘛。冯姐，我一直在找你，你却躲着我。不知道每个月的这个时候你
烦不烦啊？能让的我都让你了，你还想怎样？阴魂不散。120万是你的吧？不是，你是想让我永远欠着你是吗？欠我的这辈子都还不完，下辈子我接着还。我告诉你，这件事你不用感谢我。120万对我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，扔在你身上是为了让你吊口气，别这么窝囊的就败了，不然的话我矢志不渝。过去的都让它过去了，没有过不去的坎。我们之间过不去的坎太多了。我不希望你能谅解，我希望我能还上这120万。还了1亿多的债，心就安了是吧？你给梁红玉一个死前的虚荣，心就安了。你现在把钱还给我，你的心就更安了，你就对得起所有的人了是吗？你就能把以前所有的都抹掉了是吗？你别再这钱我不要，我让你欠着，让你永远欠着我，让你知道一辈子欠着别人的滋味。梁红，你要干什么？大哥，我也不想这样，可我怎么找你呀？现在等一下啊，这么等我是吧？下次来找你，你可别动我，打我，打我！加快让你醒醒酒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500万，最后一次，你给最后一次，做梦吧！一分钱都不会给你。大哥，你说的别那么绝呀、啊！你知道吗？听说最近有个地方在施工，你不是担心挖出点什么吗？不用威胁我，我不怕你这一套，大不了我给你同归于尽。你就不怕我去告你？你不知道吴大伟是怎么死的。在你身上了，你要干了什么？我相信到了警察局用不了多久。兄弟，你他妈别逼我！我跟你说，我真的欠了好多钱，好多人要我的命。叶美吗？我做了，打死你！好，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，你冷静一点，但是你必须跟我保证。最后一次，好，好，天明，天明，听我说，走，你干嘛？拿钥匙，冯震，废话。把他放床上吧，让人随便拿的。老样，我告诉你，抢救活。老胡，老胡，老胡，你怎么了？老胡，你不能死啊！
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你干嘛？文杰，进去。你还在这？我跟你说，快把兄弟们找来，我要见陈九杰。你知道吗？老蔡也走了。来，面条好了。鸡蛋面，我们家没辣椒了，丁天，凑合一下吧啊。可以。是吧？房子不吃啊？没有，我这里边没完，你们聊。我也想走。平心而论，马总这个人啊，真不错。可是跟你干久了，只跟别人干，真不习惯。丁天儿，你可不能这么一天无所事事啊！你怎么知道我无所事事啊？你先别着急离开这个公司。你不是有什么心眼子，等着一鸣惊人的了？喂。你先别着急啊，我马上来。别着急啊。怎么了？冯军拿着枪闯到了王新月家里。啊？你别上去。过来，王哥。别冲动啊！我现在很冲动。我杀了一个人，你他妈算了吧，把枪放下！你他妈不用这么口气跟我讲话，我最讨厌用这种口气跟我讲话。我不是你的小跟班，知道吗？父亲，出来，放个亲月看看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给我闭嘴！我求你放了他。十五年了，你第一次这样求我，啊？滚出去！秦远，你醒了。去了，里边怎么样啊？冯杰他疯了，手里拿着枪。不要去了，去。野人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不会有事的。李天能处理啊。冯建平，我们两个曾经是最要好的朋友，我曾经把你当我的亲人。现在你是他妈我最恨的人，冯杰，你要是觉得一枪干死我，能了却你心中对我的恨。
真相我们已经报警了。陈定天，我为什么要认识你？我为什么要认识你？你要是觉得一枪干死我，能了却你心中对我的恨。为什么我这辈子都是输给你？老弟，李文，弟弟，我赢了吗？我跟你一样输得很惨，我们都输了。我来到深圳，老婆孩子离开了我，我最好的兄弟你离开了我，我失去了我母亲，失去了苏老师，你别他妈给我提梁红玉，我不提，我可以不提，我俩为了钱。为了钱这个东西互相撕咬着，像两条疯狗一样撕咬着。我们得到了很多东西，是我们得到了很多，可是我们也失去了很多该珍惜的东西，不是吗？不是吗？没关系，我们可以重组团队，重组团队因为我还有你，你还有我家的兄弟。我说这些什么都没有，太晚了，我也走到头了，不能再回头了。还有你想跟我陪你一起死？你真的能把我打死？我不想跟你死在我前面。总监，我们是兄弟，不是吗？Oh!
外加一个持枪绑架，这个案子太难辩护了。可主犯是关虎啊，问题是关虎是死在冯杰的枪下，死无对证啊。冯律师，我不要求你无罪辩护，你只要能保住冯杰的命，花多少钱都可以。陈总，这不是钱的问题，重要的是证据。是三起命案当中关键的是吴大维的案子，按冯杰自己的说法，吴大维是被关虎打死的，可现在关虎已经死了，还是那句话，死无对证啊。被告人冯杰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爸爸，我已经找了最好的律师替你辩护。这件事你不用费心了，死了也好，死了我就解脱了。我只想拜托你一件事情，我已经做好了委托，希望你把我的公司卖了，把卖的钱给死者家属，把他们安顿好，死也瞑目了。你交代的事儿我会完成的，凤儿啊，别把结果想那么糟糕。别操心了，你跟清月好好过日子吧，记得每年来我坟前看看我就行了。你要说什么呢？你是防卫过当导致过失杀人，你别灰心，千万别灰心，我们在外面想尽一切办法救你啊。花儿妈，你听到没有？我让你见个人。是我，好久不见。这是你孩子吗？小雨的爸爸。爸爸，你儿子，好像在那头儿子。你儿子叫什么名字？小雨。叫什么名字？王宇。
王爷，我和孩子等着你回来，你一定要活着出来。陈景天，陈景天，陈景天，你要救我，你一定要救我，陈景天，陈景天，你一定要救我，冯杰，救我，冯杰，哎，怎么了？啊，我已经让律师申请调大为起诉的重新审理，只要能证明他是动机。是关虎干的，是关虎干的，是关虎干的。今天是他干的，不是我干的，是关虎干的。等等等等等，你在吃咱们给你干什么？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儿，许个愿吧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爸爸说，爸爸，我想把这个送给你。爸爸，我想让你回家。你带我去哪儿啊？神神秘秘的。到了你就知道了。来了，刘总。秀果。哎呀，刘总。你们都在这儿啊？原来都跑你这儿来了，吴清大公司怎么着，又要做回吴清大公司老板了？我不做老板，你来做这个老板。我？那你呢？我就做程序员。还干老本行啊？朱门世川，你还嫌以前修的不够惨啊？做个小测试吧。好，小测试。现在是21世纪，如果让你们回到唐朝，允许你们带一样最想带的，你们会带什么？方便面。我带电脑。我带枪。对，我带电脑。我带汽车。我带飞机。陈总，你带什么？你带什么呀？我带信念。
嗯。